这样子插进去，把这样装上去之后，我们这个才会在上面。啊，装上去。球固定进去，这样是一个初步的安装。这个就是我们的可以左右把它锁紧，把它打开，手机摆上去之后，往下压，这样子就不会移动了。动，那取下手机的时候夹。就可以拿起来，放下去，先夹紧。